现在是晚上大约9:20，这边的 Walgreens 超市还在营业。这个超市大约营业是到晚上12点，还算比较方便。但是有的地方的 Walgreens 超市呢，它到晚上10点就关门，它是根据不同街区这种客流量来决定的啊。如果这个街区它的人比较多，顾客比较多，那么他就晚点关门啊。如果他没什么人，就早点就关门了啊。所以这种也比较灵活啊，并不是所有的 Walgreens 的连锁店都是同一个时间关门。这边的药房已经关门了，这边所有的 Walgreens 超市呢，它都有里边配套的药房，还有这样的可以照那种身份证照片的这个地儿，但是。他这里照那个身份证的照片就太贵了，大约我以前照过2张啊，就是2张的话是差不多是20美元吧，2张是20美元。但如果你要去联邦快递啊，也就是快递公司那个营业点去照呢，我前段时间照的是花了18美元给6张，18美元给6张，那么就平均。3美元一张啊，这边呢差不多是18美元2张，就是9美元一张，就感觉太贵了。美国这边他们对于赚钱，他们这种方式是他们算的比较细，包括超市它这种价签儿，很多时候我就看不懂。就比方说去那叫 Safeway 超市去买那个那种饼干的时候，那种燕麦饼的时候呢。他不标那个价格吗？他标的是5美元2包，他不按照正常的标，正常的应该直接写上2.5美元一包嘛，他写的5美元2包啊，所以真的是不太理解他这种思维方式，这种价格的这种方式啊。我现在准备交款啊，就是刷信用卡吧，然后呢。这边我也是会员，所以每次在交款的时候都需要输入一下手机号码。有没有折扣呀？我不知道。啊，有一点点折扣。所以在美国这边，Walgreens 超市，如果朋友们来的话，如果长期在美国这边生活呢，就可以申请个会员卡，就是可以不带，但是呢，你每次交款的时候输入一下这个，Hi，how are you? Just this one. Yeah, just my phone number. 啊，just a credit card. 嗯。Okay, thank you. 谢谢，Have a good night. Thank you. 好了，这边的门是自动门。这个人是取的照片吗？哦，这边可以取那种洗的好多那种照片儿。唉，就是这边就这样吧。美国这边晚上走的时候，我现在觉得倒没什么啊。以前呢是总是担心这边比较危险啊，但是现在呢，哇塞！他俩闯红灯了，我觉得我还是认真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是对的，啊，你看人们穿得很厚，这个小孩路上他都戴着那个帽子啊，哎呀，这个前面这个哥们儿推着自行车，这个裤子都掉了，为什么不提一提呢？这个裤子就这么坠着戴着啊。觉得挺有意思的，这边有一些人，尤其是黑人，他们啊，这个不是黑人，这个像一个中东那边的人，你看他这个裤子还不掉，但是就这样的，哇塞，好难受，为什么不提一下呢？他们说好多这种裤子提不上去的，他们都是好像吸毒吧。但是我不确定，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交集，我跟他们没有什么交流。
你看就这样走，对吧？多难受啊！如果是我的话，这个裤子都垂到膝盖那块了，觉得会很难受。但是他们就这样，不太理解，难道他们是买不起腰带吗？啊，不理解，不理解。Hi, how are you? Fine, thank you. 这边是面包哦，这个为什么没关呢？给它关一下吧，关一下吧。我以前曾经在这边买过这个面包，买过这种特别长的面包，2美元一根儿，特别长的一个面包。然后呢是，但是在另一家商店是1美元。后来我看到了1美元，那个商店是我现在经常去，它是。营业到凌晨1点啊，就挺方便，都是一些墨西哥人在那边买东西。这个店也是墨西哥人，是墨西哥人吧？墨西哥人。这边，然后这里边还有这种取现金的这种 ATM 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这个店里有这个 ATM 机，它不属于任何一个银行，好像属于那种小型的。所有的这个借记卡都可以在这取现金吧，然后这里边反正真的挺方便的啊。我的感觉是墨西哥人的这些店，它的价格有的时候比华人的店还要便宜一点儿，有的时候我觉得，这种小饼在这边是卖4美元，但是。在那个另外一个店卖9毛9，好像是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啊，这边也可以刷信用卡，但是呢，他的信用卡只能5美元以上，对，只能是5美元以上信用卡。这个店大约是9点半下班，然后这个店里边有好多商品都不认识啊。然后这边的店老板一般是说西班牙语啊，他们是我跟这家店的这个人都已经认识了啊，这边在喷地面儿，现在喷地面儿，这么冷的天也在喷地面哦。他看到有人过了，他就停一下。这边前几天玻璃碎了，也没有去修。这边流浪汉在这边坐着，好像也不是流浪汉，不是流浪汉啊。好冷啊，好冷啊！有的朋友留言说，这边的气候为什么有的人穿着半袖衫儿，有的人穿着棉袄呢？对，旧金山就是这样。就是冰火两重天啊，有的人就这天就穿着一个大裤衩出来了，但是有的人这天就穿着棉袄往外走，就是这样的差异。然后这边是，这个写的是本店不允许进自行车啊，因为这边是一个麦当劳啊，就有些流浪汉呢就喜欢到这边来靠着。一直待到半夜12点，他关门再走啊。大体就是这样喽。然后路中间红色的部分是走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地儿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就到这儿吧，晚安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